头提钱物件，赶紧交出来，我给你保证，咱上方面都无啥感觉为难啊。咱刘兄，你是政府，用性命来管。头前啊，就是不归路的，你若硬要弄啊，你绝对无好买呢。你是阮老家即卖唯一的希望。打电话无人接，你敢是拄着什么麻烦啊？动手！不可能，我叫你把钱交给你，都是我死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TP 塑崩库气动版，那是刚刚想看看，真正是廖王子甲许世伟，还正安为老百姓想的。你无表示我，你是甲政府交警察，一定要替正安推公道。把物件交出来，绝对要让你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可以同意，你为民。包了唐大王啊！你个有事别交出来。这么重要的政府，我无可能交给你两个。管理员哪会搁在啊？走，走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TP 塑崩库气动版，又讲是你，阮 boss 确实是放过你一命，伊无讲我袂当让你受过八百天。你是甲政府交好警察，一定要替正恩推公道。伊咧，你一定爱平安哦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完成啊，只要用金钥解锁，别当提着单就行了。你光要去替政府啊？偷提钱的物件，赶紧交出来，我甲你保证。咱上方面都无少感觉为难啊！为了政府，性命来搏！我唐大王啊！你个有事别交出来！我甲恁两个讲过啊，物件无伫我遮，你到底把物件藏伫咧倒位？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无可能交给恁两个啊！动手！咱无得分钱，把证据摕来，警察先！哇！我著看伊有外口，会使紧开紧外久，咱就直接看水饺浮起来就好。连我们家甲因一起边拢无消息，打电话无人接，敢是拄着什么麻烦啊？十外分钟过去啊，还无看到罗安杰浮出海面，应该是等伊啊。你来公路发生车祸，现场有敢那是安杰皮毛啊？吹不